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1。夫人有善显不自华，有能则寡不自矜，华则掩人，矜则凌人，掩人则人亦掩之，凌人则人亦凌之。这一条出自于卷26贵治下。人有善行，很少有不自夸的，有能力也很少有不自傲的，自夸就会掩盖别人的优点，自傲就会凌驾于别人之上，掩盖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掩盖他，凌驾别人的人，别人同样也会凌驾于他之上。所以这个一条就是不要用自己才能去压别人，压别人掩盖别人的优点，就是掩人了。凌人以势力去欺压别人，欺负人，这个当中也都有因果的。如果一个人他常常喜欢以自己的能力他很傲慢常常以自己才能去压别人，掩人的压别人。这个矜就是很自夸自傲，那这个也会去欺凌别人，欺负人那么掩人就是去压制别人那别人也会来压制他欺凌别人别人也会去欺负他这个就是有因果这个是因果报应，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跟前面一条也同样的道理。这条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纵然再有再大的能力，也不可以自矜自华去欺凌别人，去掩盖别人去压制别人，这一点一定要避免。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